身为一个 artist， 就是要随时去打破这些规则。近两年大家一直叫我饶舌歌手、hip hop 歌手、R&B 歌手 ，but 我并没有觉得我三五年之后确定会在做这个，因为我是从摇滚音乐出来的。artist 这个字本身就是要随时去打破自己的规则，甚至是观念。我觉得最进步的人类的想法，应该是要无限的去推翻自己去年的想法，那样才是有办法跟着时代进步的一个状态。看着自己刚做好的作品，然后你完完全全用另外一个角度去看它，你当自己的 hater。对，那就是无限的去突破。